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这边今天下雨了，大家都休息了，也上不了山了。正好我这边手串出来了，今天来拿手串。哎呀，累得都这样了。哎呀，刚躺下，大躺在这东北大炕烙腰是太好了。说给我嫂子累的颈椎疼是不是？腰疼，脖子疼，可大声一天，挣点钱不容易啊，真难呐。干这样穿好了。啊，你看，哎呀，挺好啊。嗯。这个料比上皮料好，上皮料好吗？嗯，我还这是1.8的，嗯，那盘一盘就好了哈，嗯、这纹路挺好看，这纹路挺好看。咋的了？差点让你哥给截胡了。我你看这一箱串就好，谁的？我说你妹的，你还能抢啊？你看那拉倒吧，他没有这料，就我有这料。那是真的，不错。得回来的早，要不让他截胡了，你说咋整？你说自己哥，你说是不是？亲哥呀，那可不亲哥咋的？留点情。像这个就是雷吉木了，你看这种就是雷吉木，雷吉木跟这样串它是不一样的，你看区别一下就出来了。雷吉木没有这个闪电这花纹，对，它全都是小斑马纹的。对，雷吉木全是斑马纹，完了这种纹。对，完了这种琥珀木呢，有这种闪电的花纹，珠子纹路好看。对比一下，对比一下出来了，油脂、油色、花纹，每个都不一样哈、嗯，不一样。装袋回家，哎，挺透啊，我应该给张伟看看，跟你哥，让他羡慕羡慕，羡慕羡慕，你哥眼睛都变色了，都变绿了是不是？泛红光是不是？啊，就这串啊。我二嫂刚着学，张伟看这眼睛都红了，都绿了，他眼睛都红。我媳妇来看看我哥在哪儿了，他说在这儿呢。在这怎么样？完了，挺好。你看你师傅的经验，我都没看着啊。忙成这样哈，看。哎呦我去！我刚放完油，我回家得养养。哎呀，这腰包的真带劲呢。哎，这腰包好是吧？漂亮哈，这纹路真漂亮，精品。那个属于爆闪了，你这几个腰包都挺好的。嗯呐，哎，可有意思了。完，我说我来气气我哥。这样拿，这样拿，你拿什么拿个大粑粑呢？你看这边，这边都是最近新开的料啊，就是多大的都有。忙啊！还有废料，一会儿这炕又该满了，是不是啊？就今天下雨有时间，要不下雨都上山了。下雨上山了，都打卡子去了。那可不，听说你看我一串都眼睛都绿了。哎，可不咋的，那多好啊，那闪电纹啊，我那眼睛都要喷血了。那你说那是你累的，哇哇往外喷的。我没有。我看你的脸，你那脸咋整的？爆皮了呢？电焊烤的。啊，不是烟脑子，电焊烤的。一串取完了，这不今天下雨吗？都休息了，也有时间。我走了，张伟。再见。哎呀，你看。都不勒我了，生气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因为今天大家都有时间啊、哦，拜拜了。